Final part of our program takes us back home to Hong Kong. Coming first onto the stage is Tony from Hong Kong Autonomy Action. Tony, please. Hong Kong 人，大家好！大家見唔見到我後面呢支係咩嘅 banner 啊？係 Trump 騎住一個坦克嘅 banner， 因為今日我哋嘅主題係天下制裁。大家想唔想見到美國制裁中國？我知道大家都好想，所以我特登攞呢支旗出嚟去配合呢個大會。我哋依家咧見唔見到我哋揸住呢支旗啊？呢支旗係代表住我哋香港人喺雨傘革命喺2014年嘅時候一個標誌。我想問一下在座喺當中有幾多朋友係同我哋一齊喺2014年已經係抗爭緊嘅？可唔可以一齊舉下手啊？我哋俾掌聲自己好嘛？我要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这个是我们雨傘革命一直我们追求的，也都是我们对上的一年我们提出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第五样诉求就是实行双普选。我们由2014年到现在我们追求的都是一样，我们都没有变过，是不是啊？我们会坚持下去，我追求我们的普选。可能在座当中很多的学生朋友2014年的时候可能你未参与过在抗争的里面，但是我们在今年元旦的时候我们再次拿回这个旗帜出来，就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勿忘初衷，我们不可以忘记我们一直追求的东西。支持就有希望。我们香港自治行动在六月開始，我哋就係同大家一齊。我哋最初就係喺 G20 日本大阪行，我哋係一直舉住美國旗去打國際嘅戰線。我哋就係希望喺日本 G20 嘅時候，將香港咁緊急情況議題向美國作出呼籲，去呼求。就自此，香港嘅議題就打入咗中美嘅談判嘅當中。在回到香港七月開始，我們在各區大家都會見到我們有很多的美國旗，我們在示威的當中，我們就是希望繼續讓國際去關注著香港的普選的問題，香港的抗爭，直至去到八月中特朗普總統他 share 在 Twitter share 了我們美國旗隊，我們在示威的場地，我們唱著美國國歌，自此感動到美國全國的關注。在接著下來一個月，九月的時候，美國的眾議院已經通過了《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在再過多兩個月之後的11月，參議院亦都通過了。我們一直就是堅持著舉著美國旗，讓美國去介入香港，因為我們現在看得到，當美國願意通過《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之後，全世界其他的國家，包括歐盟、不同歐美國家，他們都願意去加入，去立不同的近似的法案，去制裁中國。所以我們很清楚，我們做這個戰線，我們是要堅持下去，我們要繼續去舉美國旗。直到元旦，我哋如果大家記得喺元旦日嘅遊行，大家會見到我哋就再次舉翻呢啲嘅旗幟，我要真普選嘅 banner， 我哋都再次出嚟。點解我哋要舉翻呢個 banner 出嚟？係因為我哋有見自從區選之後，香港人我哋抗爭彷彿好似冷落咗落嚟啊！我哋好擔心，我哋係咪會忘記咗我哋一齊追求嘅普選？呢個係重點啊！所以我哋
再次攞翻我哋一四年嘅標誌出嚟，話俾香港人聽，我哋唔好忘記啊！我哋要繼續，我哋要爭取普選，呢、這個先係我哋最終極我哋要揾嘅嘢啊！除功能組別是我們一直最想要做的，也都是 我想呼籲香港，我們今年我們集中我們要做這件事，因為就算給我們今年我們很僥倖地選舉裡面可以控制到功能組別，但是我們不能夠去擔保在這一屆可以得到，但之後呢，如果功能組別一日不取消，香港的問題只要有一次被建制派 去控制到，香港就會玩完的了。所以我們是不可以去再投功能組別，再投功能組別也都是會令到外國更加難加入，因為我們的投票是告訴外國聽，我們肯定緊功能組別這個角色，我們是要爭取是什麼？爭好選啊！大家記住，我們是要真普選，我們不要功能組別，所以我們是今年我們是會跟大家一起去推動爭取廢除功能組別。也都有或者有朋友會說，如果今年我們不能夠普選，那怎麼辦啊？我可以跟大家說，我們香港自治行動，我們希望今年我們會推動香港人，如果我們不能夠普選的時候，因為有人說我們要香港普選還要去探討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方案，但是我們知道如果談不到的，我們會期望將這一屆的立法會去延期，直至香港人可以大家討論，同埋美國和中國參與的裡面和香港人三方，我們有一個共識，可以去有一個真正的普選方案出來。最遲我們去到2022年，我們可以普選特首，亦都普選立法會，好不好啊？好，我要真普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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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選是我們香港自治行動最重要，因為我們一直就是講緊為什麼我們要自治，我們其實就是參考著歷史當中英國殖民，眾多英國殖民地他們在自治的路上慢慢他們再去獨立，而他們自治之前最重要的就是他們先有了普選，普選對於他們來說就是先獲得了自己的自治權，由於有了自治權之後，他們的國民可以參與大家政府，有自己的國會，他們透過就是幾代的人自治之後，慢慢他們最後步向獨立。雖然有一些殖民地他們最後沒有選擇獨立，但是他們保持自治狀態其實已經跟獨立已經差不多。我們見到在歷史上面眾多這些由自治過渡到獨立的國家，他們的體制的穩定經濟都比一些很短時間很急促以一個流血革命方式的國家是更加好。我們是為到香港人好，我們很相信香港作為一個金融的城市，我們很難承受一個很激烈的流血革命，但是我們是能夠可以透過我們普選之後，我們會香港自治行動，我們會推動香港人，我們去修憲，我們希望香港去刪除2047這個界限，可以讓香港人可以永續自治，我們利用這個時間換取空間，讓香港慢慢發展成為一個自己有自主權的地方，好不好啊？我們相信這個是對香港人最好最好的方案。而每當我們在這段日子，就在這半年大家見證的抗爭，很多前線的義士為我們的犧牲，我每一次上網我看回早幾天見到
見到不同的義士他們的紀念，有陳永林，有周志樂，他們我很激動，我是不知道怎樣說。我看回如果我們不能夠有普選的時候，我們不能夠對得住他們的上天之靈啊，我們要爭取到底啊，不論我們任何香港的人，我們為到要他們在天之靈能夠安息，我們一定要爭取到普選的，是不是啊？我要爭普選，我要爭普選，廢除功能組別，我要爭普選，廢除功能組別，我要爭普選，廢除功能組別。我們香港自治行動繼續高舉這個旗幟，向外國去幫助香港爭取普選，好嗎？好，多謝大家。天滅中共，全黨死拼搏！天滅中共，全黨死拼搏！天滅中共。